可以了。等一下，怎么办？直接看的。直接看。拿出来吗？拿出来，我就想着为什么？不是检测吗？好吧。这个，怎么拿的啊？这你拿不出来。下面应该还有东西，这个先在这里。还有这里。还送门那几个，还住这个，你要拿是吧？不用拿了，看吧。空的吗？里面有东西，怎么可能空的？有什么东西？还有充电器、说明书。看不懂。好了。